紧道，天上天下各路人马为你道喜，承担如来家业，挽救佛法，奉献佛法，各在何处？我们刚才讲了，做佛号是个强国，地大物饱，人口众多，在中国强大，世界就有教，佛法就有希望。所以我们一切的修行人四个佛法，我们就要紧密团结在以习祖先为首的党中党外，愿习祖先中国梦，信我中华，领袖世界，挽救佛法，奉献佛法。下面呢，我们有几段话，大家跟着我一起，我念一句，你们念一句。做毛泽东的和尚，艰苦修道，为国为民为公，找邓小平的居士，建设道场，护佛护法护僧，找胡锦涛的讲师，和谐理论，圆融圆满圆通，找雷锋式的佛祖，舍己为人，时时事事处处，找阿弥陀的行人，悟后尽孝，大慈大悲大愿，圆习主席中国梦，继往开来，向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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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个字，绝。我们法华道场，我们的宗旨就是做毛泽东的和尚啊，为党为国为民。我们今天在党旗、国旗和领袖向前庄严宣誓，我等僧人，我等僧人及居士，及居士敬在，敬在，敬在党旗国旗，党旗国旗领袖向前，领袖向前庄严宣誓，庄严宣誓忠于党，忠于党忠于祖国，忠于祖国热爱领袖，热爱领袖热爱人民，热爱人民坚持真理，坚持真理弘扬正法，弘扬正法做优秀的公民，做优秀的公民做合格的行人，做合格的行人是为共产主义，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，奋斗终身。问一下你的精神领袖是谁？是达赖十四吗？习近平。西藏喇嘛话一出口，自己笑了出来，一旁口译更是笑得尴尬，就怕自己听错，记者再问一次。是真的吗？就是再问一下，你的精神领袖是谁？那让死了的，全部开始，你让完头，你开始听。